有品，有味，有沉醉。大家好，感谢各位来到沉醉捧场。在这个酒桌上啊，想要给别人敬酒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会到您的这个意思，所以在敬酒方面还应该有着独特的技巧，才不会让人觉得，哎，你这个人不懂酒桌上的礼貌嘛。今天让我来跟您一起了解一下敬酒的礼仪，看看这个酒桌上九大敬酒技巧。一、守敬法。即从敬酒的对象中啊找出第一来作为敬酒之理由。第一次相逢有了很多话可以用来敬酒，如初次见面啊真是一见如故，相见恨晚，一定要好好的喝上几杯。此外，即使见过面，我们也可以沿用此法，在前面啊加上一个定语，如啊今年的第一次见面，啊这个月的第一次见面，荣升以后的第一次见面，啊在外地的第一次见面，我们住在这里相聚人是第一次见面，啊出差中的第一次，等等等等。二，解缘法。人这一生啊非常短暂，大千世界人海茫茫，大家能够相识并同在一个酒桌上喝酒，这本身就是一个缘分啊。人生得酒须尽欢，为了这个缘分我们也得干一杯啊，以缘来敬之。三，求同法。这个世界太小，我们一定能够从对方身上找到和你相同之处，如什么同学啊同事，同乡同籍贯，同属相，同姓氏等等。实在找不到，我们还可以找到相同的好朋友，这样总之能够让您在酒桌上啊求同而敬之。四，取义法。在求同的同时，我们要善于发现敬酒对象的与众不同，把这万绿丛中的一点红啊给他找出来，如年龄最长的，年龄最小的，资格最老的，级别最高的，最有发展前途的，最漂亮的，最潇洒的，最帅的等等。实在没有什么，我们可以从对方的衣着、发型、语言等等方面寻找独特之处，这叫什么，以义敬之。五，扬长法。你完全可以找到对方身上的长处，以己之短度其之长，以赞美崇拜的语言来敬酒，人逢喜事精神爽嘛。听了你对他的赞美和崇拜之词以后啊，一定觉得很开心，这叫什么，以长敬之。六，替敬法。一是好事成双，任何被敬的对象啊在敬过酒以后都可以采取这样的方法再来敬一杯。二是什么，酒逢知己千杯少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啊，喝酒也要再接再厉。七，感恩法。人啊这一生在受恩之中长大，成长的时候有父母养育之恩，老师教育之恩啊，领导栽培之恩，朋友帮助之恩，萍水相逢啊还有一个相伴之恩等等啊。有的是直接的恩人，有的是间接的恩人，有人就要学会这种感恩之心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。
如果对自己没有多大联系的，也可以代替自己的亲戚朋友以感恩之由来敬之啊。此乃以情敬之。八，许愿通幽法。有的时候我们会参加一些不熟悉的聚餐，住在一起基本上都是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人，这个时候啊很尴尬，我们就可以采取间接的理由来敬酒，如借朋友和他的关系，或者抓住被敬酒对象在酒桌上的话题，我们来借题发挥，从而寻找敬酒之理由。如对方说什么比较开心，我们可以顺藤摸瓜，哎，以乐敬之。如果对方说错的话，我们以错罚之。对方说到和我们相关的事情、人物、观点，引起了我们的共鸣，我们就可以以同敬之。九，口诀法。中国的酒文化浓缩了中国文字的精华，李白斗酒诗百篇，喝了酒以后啊，可以使人文如泉涌。酒桌上以一些酒的诗句、顺口溜来敬酒，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好方法。总之，敬酒方法很多，但要让对方能够喝得尽兴、喝得开心就行，千万不要让朋友喝得大醉。